苗栗大埔四户上诉成功，二审终于争到了土地正义。长期关注这件事情的舞蹈家萧子涵，他为了帮拆迁户加油打气，特别就编排了一支大埔行动剧。这个礼拜天在征收地的现场彩排，可以看到这个舞群全部都穿上了黑衣来反讽政府。大埔案胜诉，舞蹈剧来庆祝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少了音乐伴奏，也没有欢欣鼓舞，只有大批穿黑西装的舞者拿黑雨伞，一脸严肃。激动时是象征大埔四户在抵抗公权力过程的辛苦，慢慢陷落，陷落。歇斯底里时，则是代表房子被拆除的无奈与痛苦。黑衣人就是，你可以把它诠释成是警察，也可以把它诠释成是黑道，内心被挤压扭曲的欲望，被某种强权唤起的欲望。指导老师叫萧子涵，在台东教原住民跳舞，更长期关注土地拆迁事件，为人民跳舞。这次大埔案全国关注，萧子涵的土地计划早在去年九月就开始进行。一个女人愿意为了六坪大的土地，然后死守家园，然后愿意背负起所有的人的指责。然后这件事情触发了我去做这一次的创作。萧子涵用舞蹈力挺四户，五号带领舞群前进大埔彩排，将在11、12两天公演，土地当舞台，断垣残壁当道具，没有华丽排场，只有最真实呈现。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